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我们把经络学说讲完了。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关于人体结构学的理论。我们今天讲第五章体质。首先说一说这一章的目的要求。一，要掌握体质的概念和正常体质的分类。二，掌握体质学说在中医学的应用。三，了解体质形成因素。下面讲第一节，体质的概念。在没讲体质的概念之前，简要的把体质学说大致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医学从《内经》开始就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体质学说，历代医家关于体质和健康与疾病的关系都做出了不少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医理论的体质说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长期以来，在关于中医体质学说只是在具体的健康疾病过程中，特别是在疾病和治疗过程中能够体现出来，而作为完整的学说是在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当中才逐渐形成这一门学说。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当中一个新兴学科，近年来又应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对它进行了研究。我们这一章仅仅是简要的介绍一下体质学说的有关基本概念和原理。体质的含义，关于体质的含义，就现在的研究成果而言，表述的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就是站在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定义的方法对体质进行了定义。我们在这里对体质做这样的定义：体质是人体生命过程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的稳定的固有特性。即这个定义的要素关键词是固有特性，体质是固有特性。什么样的固有特性呢？一，是在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表现为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的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稳定这两个字要注意，它不是一般的固有特性，是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一，强调它的形成是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二，具体表现的形式是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在这几个方面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换句话说，体质是禀受于先天，调养于后天，在个体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人体的个性特征。我们这样来定义这个体质，它的内涵：一，
这样一个定义，强调了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用这样一个内涵来表述体质是怎么形成的。人的体质，用我们中医学话说，取决于先天的禀赋。但是体质究竟会是个什么样的，那需要在后天的环境中不断地来进行培育。也就是说，体质不仅仅取决于先天，那就是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统一起来为体质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二，强调人的体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三，人的体质必须是和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中医学强调天地人三才一体，就强调体质这形要和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第四，具体形态形式表现为人的形态、功能、心理状态，它反映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心理状态几个方面。上述这几点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的形神合一的生命观。换句话说，形神合一就是中医学的体质观，就是中医学形神合一的生命观决定了中医学的体质观，强调形神合一。从内经开始，关于形与神的问题，内经就建立起中医学的形神观，也就是中医学的生命观和体质观。但是希望同学们注意，咱们中医理论关于形和神的关系，内经提出来形与神俱，这是在中国传统的心理学史上，在秦汉时期第一次提出来形和神的关系，对中国的心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对中国传统的关于形神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形神关系这个范畴，在心理学上或者在哲学上，它是不断地往前发展的。正确处理形和神，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作为两者，那么是辩证统一这样一个思想，是直到汉代范增。大家注意，将来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范增的《神灭论》。中国的心理学史认为，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史认为，关于形神关系，直到范增的时候提出形止神用的观点，叫形止神用。形是止，神是用，实际上就是用体用合一来阐述形和神的关系，完成了正确的处理形神关系，比内经形与神俱又前进了一步。这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和中国心理学史上学术界一致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心理学关于形止神用的观点，就是说形神合一。我们在这里讲的形神合一是现代中医理论形神合一的，不是内经形与神俱的那个意。形与神俱还没有明确说明形和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强调有形才有神，形去则神灭，没有明确的详细的论证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内经里面
请同学们注意，关于神的明确提出，神是气，血气者人是神，把它规定为人的神是某一种特定的物质。我们今天看来，神是大脑高级神经活动一种产物，是物质高度进化高度发展的一个产物，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物质。同学们在学习中医学神的概念的物质基础的时候，讲学习形和神的关系，应该是从现代意义来理解。注意，现代讲的形神关系已经是在《内经》形与神迹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是站在现代的认识观点，特别是合理的细说了形指神用的形神观。基于此，我们今天在这里面讲形神的关系。体质，中医观体质概念就体现了形神合一。注意大致，注意形神合一不能与形与神俱等同起来。中医学啊，到了内经的时候，张举又提出了形神俱备乃为前提。虽然叫形与神俱往前走了，他说形神俱备，但是就形神俱备这个判断，应然还没有正确的处理形和神的关系，还不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形神合一。这是第一点，讲一讲体质的内涵。把握中医学关于体质定义的内涵，就是在中医学的形神合一的生命观，换句话说形神合一的体质观，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来定义体质。一，强调体质的形成禀受于先天而调养于后天，先天是决定体质的首要因素，但是体质如何还要受后天环境的改变的影响，是强调先后天在体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二，这个体质它形成要与社会自然环境相统一。三，表现的形态，体质我们考察外在的生命表征是指什么说呢？是指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心理状态。这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它的外样叫特性，固有的特性，特性也就特征，是指什么说的呢？那么它的外样，它第一，它的特征，所谓特征是体质特有的显著的表征或者标志，它以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心理状态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用现代语言说，那么体质的特征的指标是什么呢？我们能考察到的生命表征，从形态结构来考察，从生理功能来考察，从心理状态来考察。它的性质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体质概念所表揭示的生命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的本质特点叫形神合一。把握中医学关于体质的含义，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把握。体质的形成和过程中，体质所表现出来的固有特性，它是通过在生命过程中，在表现为健康和疾病过程中，就生命运动过程中通过健康和疾病而表现出来。二，学讲几个概念，体质、素质、气质、性格。在同学们将来在学习中国心理学史、中医学的体质学说时候碰到这样几个概念。第一，说是什么叫素质，现在素质大家是非常熟悉了。那么我们现在强调文化素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素质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个多义词，
就现代意义来讲，数字有三个意象。一是指人和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就是人或者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这是第一个意象，这是最大的意象，含义非常广泛。二，注意，是指修养而言。前说中国的伦理是指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增长的修养，比如政治素质，说文化素质。我们在前面讲课的时候反复强调，同学们学习中医基础理论，通过学习中医基础理论里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逐步培养自己具有中国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进一步来培养自己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那就思维素质，就是你具备就这样的科学素质，就是指修养而言的。第三，指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以及体质学上。注意，第三个意象就是讲我们中体质学说里面的这个数字如何来理解。体质学说一是指生理学范畴，二就生理学一个分支，就体质学而言，两者对数字的定义有所差别，不一样啊。在现代的心理学、生理学，数值是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运动器官和神经系统的特点。那么数值是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指感觉运动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生理学认为这个特点是人的能力发展的自然基础和前提。生理学这样定义素质，强调人的身体素质包括了人的各种基本活动能力，是指人的各个器官系统的基功能活动在生命活动中的反应。它是通过人的形体在运动中反映出的力量、速度、耐久力、灵敏性、柔韧性、协调性和平衡性。换句话说，身体素质，在现代的生理学、心理学所说的身体素质，就是主要的解剖生理特点，包括了形体运动所产生的力量、速度、耐久力、灵敏性、柔韧性和平衡性。这是生理学、心理学关于素质的含义。在体质学里面，素质是指人在体质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包括形和神两个方面。体质不仅是我们中医学研究，那么现在运动生理学专门有一个分支学科叫体质学，它着重从运动生理去研究体质的。在体质学中，素质包括了体质的本来面目，大家注意体质的本来特点和原有的意思，强调是体质在运动的体质学当中，身体的体质包括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也就是说在体质学当中，素质、身体的素质仅仅是体质的构成部分之一，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两者综合起来构成了体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运动生理学研究体质的时候，着重从运动能力来考察。
通过运动能力来判断体质的好汉好坏。那么身体的素质与你的体型、体格、功能、神经、心理有密切关系。所以在运动生理学里面，关于体质，这个身体的素质着重成运动能力来考察，这是在生理学范畴内强调素质是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着重是神经系统来考察。而在生理学的生理学的分支叫体质学，体质学里面讲的素质是体质的本来特点。用我们中医学来看，中国的心理学来看，强调体质是从形神两个方面来考察体质的本来特点和要基础。这就是关于素质的含义，要求同学们掌握的：一，从生理学意义上来衡量，生理学和心理学来衡量，那么来掌握什么叫做素质；二，在现代的体质学，特别是同学们将来阅读运动生理学的时候，那个体质着重强调的是身体的素质和运动能力。注意，我们中医学体质学强调的素质是形神的统一，又回到前面体质概念上去，这体质和素质的关系，即我们上面讲了素质的含义，从这个素质的含义又强调了体质和素质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在生理学，特别是在体质学，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出让同学们掌握中医体质学说关于素质定义的时候，大家看体质、素质，素质应该是表述体质一个内涵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它应该是它的下位概念，体质概念大，体质包括形神两个方面，那么素质仅仅强调它的体质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这现代中医体质学说和生理学和心理学关于体质的定义意义相近，强调之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二，气质。气质这个概念在中医历代文献中，不仅是中医学历代文献，也在中国心理学史的历代文献中，体质气质混称，部分常常是把两者视为同义语。我们这里面讲的气质是指现代中医基础理论，或者说现代的中医体质学，中医体质学说现在已经出版了几本中医的体质学，这个以北中医的王琦教授为代表的，从70年代开始研究中医的体质，那么形成了专著，同学们有精力建议同学们看一看，进一步来理解中医的体质学说。在现代的中医体质学说当中，体质和气质是有区别。气质是指个体出生之后，随着身体的发育、生理的成熟而发展起来人格心理特征。体质是个体的人格心理特征，简单的记忆它的定义这样来记。那么这个个体的人格心理特征包括哪些要素呢？包括性格、态度、智慧等等。它是怎么形成呢？是在后天形成的，是随着出生之后，随着身体的发育、生理的成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注意，气质强调着后天的作用，而素质强调是先天的作用。虽然中医关于体质强调禀受于先天而培养于后天，强调先后天的
统一，但气质着重强调在后天过程中怎么样逐渐地形成他的人格心理特征，而素质强调的是秉受于先天的本来特点和原有的基础。中医学或者说叫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叫做中国心理学史，气质又常常称为气禀、禀性、气性。大家注意，这个气质啊，在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心学这个范畴，常常在心学这个范畴里面反复使用。也就是说，气质和心和性相关，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范畴，心范畴、性范畴。哦，前面讲课呢，建议大家将来读一读，中国心理学界的老前辈高觉夫老先生，一个代表著作的《中国心理学史》，也建议同学们读一读《中国古代哲学史》心范畴，讲读一读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性。它和气的关系和气质的关系，气质，西方心理学也讲气质，现代心理学也讲气质。注意，中医学在我们这一章所讲的气质，比现代心理学所讲的气质内容更加丰富。中医学强调形神合一，而现代心理学讲的气质强调神，这是第二个。什么叫气质？第三，什么叫性格？性格是指个体在现实中习惯了的稳定态度和行为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大家注意，将来学习心理学时候，这个性格和气质还不同哈，人格心理特征和个性心理特征他们还有差异。所谓的性格，在现代心理学当中是指个体在现实中习惯了的稳定态度和行为方式。稳定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什么样的生命征象表现出来呢？通过个性的心理特征。哪些是指个性心理特征呢？比如骄傲、谦虚、勇敢、怯懦等等，这些个术语、这些词都是表现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有的人是吧，这个人性格内向，这个人性格外向，就是指在现实生活中逐渐的习惯了一种稳定态度和行为方式。同学们是学医的，一旦毕业生产实习就开始进入接触患者，每天在病房实习，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原来性格活泼外向，那么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由于工作的需要，你必须的认真去思考，去了解病人的痛苦，为病人解决痛苦。许多原来性格外向的同学逐渐地沉静下来，表现为性格内向。那么这个性格的形成，就是在医生这个特定的职业，他的工作特定的环境下逐渐来形成稳定的特点，对事物观察态度和的行为方式。就在不同的环境下，在后天的过程中，由于环境的因素的这个影响，他在行为方式和对事物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这个性格是指这个意义而言的。中医所学所说的气质和性格和西方的心理学有联系又有区别，他始终强调形神合一，不着重从心理学来考察问题。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面讲的要求同学们掌握
体质与气质和性格的关系，从东现代心理学，那么东西方文化相比较来定义我们上面是讲这几个概念。下面讲一下体质和形态、体格和体型的关系。这几个概念大家注意，前面我们讲了，在运动生理学中，也就是在运动学范畴内讲这个体质，强调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通过运动能力、身体素质判断这个人体质好坏，常常通过这几个概念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用这几个概念来表达这个人身体好坏。一、形态。形态是指的躯体的形态，形态这个概念包括人体的各部分的大小、重量、特征、骨骼、体型和身体的姿势等等，它是体质的基础，就是形人体的形态。将来同学们学习人体解剖学，它属于人体形态学，从大体来讲人体的形态学。在体质学里面所说的形态，就从解剖学来说，包括人体各个部分的大小、各个组织器官的重量、它的特征或者性征、它的骨骼、体型和姿势。形态这个概念包含着量的概念，就是对人体进行测量。第二叫体型。体型是指人体各部位大小比例的形态特征，它是以躯体形态为基础的，并且和人体的内脏有一定的关系。在运动生理学上，在体质学上，用它来衡量人的体格作为一个重要指标，用它来标志人的生长发育状况。那中医学在体型有个在病理学有个重要的这个论断，叫什么呢？像我这样人哈，苗条瘦人，瘦人怎么的？瘦人多火。那胖怎么的？肥人多痰。胖和瘦是指体型而言的，衡量这个人的身体胖和瘦，那是从测量学这个说，那表现为各部分大小比例的，它是考察人的身体素质，是一个重要指标。中医讲肥瘦长短。还有一个概念叫体格。什么叫体格？体格是人体生长发育水平、营养锻炼程度的状态。注意，体格是一种状态，这个定义包括两个要素：一、生长发育水平；二、营养状态；三、锻炼状态。它是考察体质的标志之一。我们当医生，将来学西医诊断学，有个体格检查，体检。要量一量，测量一下这人的身高、体重、胸围、肩宽、骨盆等等，这些指标是反映体格，反映人的发育水平、营养状态和锻炼程度。就体检，全称叫体格检查，简称叫体检。中医在四诊当中强调望神色形态，形望形可以理解为，那就考察这个人的体格，通过他表现出的形态，我们就知道他的营养状态、发育情况、他锻炼的程度。就第一个问题里面教的几个基本概念，同学们重点掌握什么叫做体质。注意，在中医基础理论当中，在现代中医体质学当中，体质的含义，这是一
在这个前提下，在阅读中医历代文献里头，涉及到几个术语，什么素质、气质，把他们的关系，搞清楚。在此基础上，了解什么叫性格、形态、体格、体型等等。重点在体质的含义。从体质学说，我们衡量判定说这个人是健康的体质。中医学有哪些标志呢？从形和神两方面考察。中医学的生命观，也是中医学的体质观，叫形神合一。因此，中医学考察人的体质，也是从形和神合一这个观点来进行考察的。我们在前面讲气、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象经络、气血精阴，意思是从不同角度都阐述过健康的含义。从气一元论看，从气血精阴一看，气之和为正，意味着人体是健康的。从阴阳学说说，阴阳和合，或者叫阴阳匀平，意味着身体健康。从五行学说说，人体以五脏为中心的五个系统，生科自化，五行互长，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意味着健康，体现了天地人三才一体。就脏象学说而言，以五脏为核心的脏腑系统的功能活动处于动态平衡，表现为脏腑气血和合，阴阳平衡。经络学说，从经络学说来看，用它来说明健康的内涵，就是以十二经脉为主体的经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在正常情况下不断地循环往复的，阴阳相贯，循环不已的运送生命物质，通过经络的调节，保证人体内部以及人体外部的阴阳平衡，意味着健康。从气血精津益学说来说，在生命物质系统中，它们的互相化生，它们所反映的出来的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处于正常状态，意味着健康。在这个从不同角度来定义健康，其中中医学从辩证系统的科学思维，就这个一讲着重从阴阳来说明它。所以我们这里经常讲叫阴阳匀平，从形神、形和神的关系来看，就形神合一。生理标志着重是从形来考察的，比如中医文献用这样来，文献上用这样一些术语来表达它，说形体壮实，看这个人，看看他体态，看看他的面色，面色要求红润，红润啊，它是营养状态良好的一种标志。说呼吸微徐，那就是呼吸调匀啊。呼吸调匀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人体的气机升降正常。气机升降正常，意味着人的各种生理功能是正常的。各种生理功能正常，就健康，标志到健康。这须发容润，头发和胡须要含有光泽，不是枯燥的。我们前面讲过，发为血之余，对吧？到衰老的情况下，营养状态不好的情况，会出现虚发、枯骨，
脱落。这中医判的，西的体质学他不看着看着这个运动员，他不考察头部，你这个人是不是拔顶了？你头发是干了？那跑了，中医非常强调，要润泽，有光滑，颜色还得好，松而聪明，就这个人听力非常之差。那么他标的什么呢？牙齿紧固坚固，腰腿灵便，步履轻盈，这些反映了什么呢？不过他可以说是肾气旺盛的标志吧。我们既强调先天行，又强调后天啊。从脾肾的角度理解，从二便正常，体下面六腑以通为用，气机通畅。说中医学考察这个人是不是健康，既问胃纳如何，就食欲如何，又要强调二便的通畅不通畅。望神，看这个眼神，通过目心灵的窗口来判断，通这个形体反映出来神智的功能如何，看看它是不是神生命的表征，集中反应。那脉象调匀，中医考察的时候在市场上看脉，脉要调匀，意味着脉有神，有卫生根。这从形体方面，这些以这些标志作为考察健康体质是健康的指标。心理指标，就用现代医讲，像心理指标主要是表现为始终这个人精神饱满，处于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情绪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怎样，要求情绪和调，这始终保持良好的一个情绪，对外界刺激反应既不过强烈，也不是无欲。性格，这个人无论是内向和外向，这个性格非常随和，善于与人共处，人脑的记忆既是心理又是生理，这个人记忆良好。用这些指标，从形到神，用这些指标来看考察这个人体质如何，将来同学们在学习诊断学的时候，望诊神色形态来观察这个患者进来以后，通过观察考察的形和神来判定这个人的体质如何。这节课就到这里，休息一下。